您好，看到民进党南投立委候选人蔡明轩在今天上午合体不分区立委候选人王义川到埔里来扫街拜票。那么王义川是受到不少婆婆妈妈的欢迎，替他加油打气。那么民进党台中立委候选人林静怡则是找来知名的政治评论员王瑞德陪同车队扫街。蔡明轩，你好，你好，你好。王义川大兵支援林兵，深入对手大本营埔里市场，跟民进党南投立委参选人蔡明轩一起扫街拜票。是是啊，是安尼啊，落款啦吼。来来来，我走。哦，大家都看咧，好啦好啦好啦。婆妈粉丝看到王义川立刻停车为他加油打气，还有人大方上前要合照，给我们温暖哈，给我们加油哈，让我们很开心。好像我还看了那时候家己的妈妈赶快哈，家己的姐啊赶快。啊，咱南投上需要的就是我们交通的一个改善吼，啊也是希望哦有机会跟我们义川哥哥来请教。毛巾到站，毛巾到站，文军文军马文军，到站到站到站。对手马文军埔里成立竞选总部，也有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来站台。虽然我不是请真侪政治明星，可是我们相信我们在地的选民还有我们的乡亲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依靠。中二选区争取连任的立委林静怡杀入车队扫街拜票，找来不少婆妈粉丝的知名政治评论员王瑞德。我会来选这一区哦，他有很大的影响啦。很感谢瑞德大哥，他今天明明是有很多重要行程，还特别来到杀戮，我们很感谢他。对手严宽恒出现在民众党立委参选人蔡碧如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两人握手看安安。我们一定要来来支持鼓励。咱做伙拼，做伙赢，咱是代表基层的声音。选战倒数，争曝光、博眼球，蓝绿白候选人各自出招，盼为选情加加分。记者魏少宇 SNG 小组报道。